像这个我们外带的战斧牛肉面，对，然后我们请我们的钟主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牛肉面里面的内容。那我们这里面就是有这个简单的一个简单的标识，所有食材的标识都在里面。那在里面有五包的这个冷冻的这个蛋清面，五包的这个牛肉面。那我们现在就这个结冰的牛肉面，我们就准备一锅热水。我们现在示范给大家看的是，我们回家之后呢，我们会收到这一袋的这个整袋的包装，里面共有五份的这个牛肉面。大概三十秒就变好了。因为它本身是熟的，所以只要把它热水加够就可以了。部分是用温泉蛋煮的，我们把它下去大概煮到六分钟，牛肉面已经完成了。那你看，再给你看看一下，这牛肉面上面它就已经是有坑坑，因为已经在滚了。那我们放在旁边，一黑战斧牛肉面完成。